然后为大家介绍一下，这台是采发牌的新款的电动喷雾机。好，电动喷雾机，那它后面呢，外面这个外形大家其实一看到就会觉得很像，好，很像晚山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后面它这个帮浦有没有，好，它也是采用这个跟晚山是一样的，是这个双柱塞的帮浦。好，带大家看另外一面。好，如果有用过晚山的人，对这个帮浦应该就是很熟悉。OK， 好，那它这个就是它的永磁式的这个无刷马达，哦，48伏的。那它的电池是7.5安时，好，7.5安时。OK， 这边啊，它这里还有它的这一个这个显示萤幕，哦，可以看到它现在的电量状况。好，这边可以看到。OK， 好，然后这个是它的电源总开关，好，电池开关，充电口，它的充电口，好，充电口。OK， 好，然后这个是开关，然后就可以调。OK， 好，那我现在来为大家看一下它实际的喷雾状况。好，我们请我们的老板来测试一下，然后让大家听一下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它的整个运作的噪音，然后还有它的震动，然后还有它喷雾的效果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调整它的，这是它的微调开关。好，这是小的。好，我们可以听一下它的噪音。好，我可以调到最大。好，它的震动。哦，震动相对于这个汽油引擎来讲的话，震动小了很多哈。哦，这个雾化效果还是非常的好哈，它压力给的很足够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进行测试。那我现在这两台机器里面呢，都加了，两台都各加了2桶的这个洗衣精的这个桶子，好，这样比较准确一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这个压力，好，再确认一次，我们都是调到最紧，好，压力调到最大。那我们等一下一样是全油门来进行测试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喷管的部分哈，它这个软管都是依照原厂的。好，都是公司的。那再来是喷杆，喷杆是4齿的，好，白铁的。北 TI 这些细球，好啊，再来是七孔的这个喷嘴，好，两边都一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开始进行测试。好啊，再开戏啊。现在来看一下它的喷雾状况。好，我们现在测试下来的结果呢，就是两台都是同时差不多水都没有了，好，代表两台压力也是差不多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来准备开始实测。好，我们马上我们一打开马力就最大。
最后呢，我们来做个总结。好，那第一个是我们这两台喷雾机比较起来的话，最大压力好都是差不多的，好都是在每平方公分，就是25公斤力的压力。好，那我们实测完之后也发现，它的出水都是同时结束。好，那再来我们讲到它的重量的话，共力是10公斤，那这个采发牌的电动和锂电的喷雾机的话是11公斤，好，11公斤。好，那这台采发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？第一个，它的震动小，然后，这个震动来讲的话，当然它一个是引擎，一个是马达，在运作起来的话，一定是这个电动马达它的震动会比较小一点。第二个，我们讲到噪音的部分，很多朋友大部分在这个喷药完之后，如果使用汽油引擎的话，一定会发现有时候会稍微耳鸣，如果别人在叫你的话，你可能会听不太清楚或听不到。会有短暂的耳鸣的状况。那你用锂电这个电动的喷雾机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很安静的。好，当然还是会有噪音，在胖虎在打的时候还是有噪音，但相对于汽油引擎来讲的话，是小了非常的多，小了非常多。再来，我们来讲一下它的缺点是什么。好，缺点就是如果你需要大量的使用电动喷，大量的使用这个喷雾的话。好，采发这台好充饱一次电大概可以用500公升，那也就是20桶，好20桶。好啊，如果你是像这个汽油引擎的话，你只要油添下去就可以马上继续再使用。好，有这个优缺点的部分。但是我们如果算到这个钱的部分，好钱的部分，我们的电费跟我们的油钱，如果我们这个采发牌电动喷雾机充饱电的话，一次6小时充饱电的话，其实也才花2块钱而已，不到1度啦。那再来，我们讲到这个共力喷雾机，它一桶油大概在10桶左右，10桶左右。好，那我们就算1公升好了，1公升的汽油大概在20多块。好，虽然它不到1公升啦，那我们就算20块就好。好，所以这样就差了大概10倍左右。好，差了金额在电费跟油费大概就差了10倍左右。好，这个是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做个参考。最后我们来讲到售价的部分。好，俗话说得好，讲到钱就伤感情啊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个这是共力牌啊，左边这个共力牌的话，价格通常是在10000上下。好，看每个地区每一间农机行卖的价格都不太一样。好，就抓个大概就是10000上下。那这个采发牌的话，你们觉得大概会落在多少呢？好，价格我就先不讲，那给大家去猜猜看这个价格。好，最后呢，谢谢大家看完这个影片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谢谢，拜拜。